你还来找我干嘛？盛夏还好吗？我很好奇，盛夏怎么能这么快进入 Steven 的工作室？你怎么做到的？那是因为你低估了他的天赋。No， 你一定有你的办法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，只能说你还不够了解他。既然你这么了解他的话，那就让他更开心一些。他不开心吗？我希望你能认清三点。 第一，盛夏是我的未婚妻，她的未来属于我。二，她过得开心与否只跟我有关。虽然我不如你了解她，但是我可以聘请你当我的咨询顾问，通过你提供的资讯，这样我就可以让她更开心。你觉得我会答应你吗？跟盛夏有关的事情，你都会答应，虽然你得不到她。 我既然来了，就有这个把握。开出你的条件，我们保持联络。